44岁苏有朋妻子近照曝光，美艳不输林心如，网友难怪迟迟不公开。44岁苏有朋妻子近照曝光，美艳不输林心如，网友难怪迟迟不公开。说到当年红极一时的小虎队组合，相信他们的歌都是各大网友心目中的青春了吧。这个组合当时的火爆程度小编就不一解说了，正是因为这个组合的火爆程度，也令队里面的三个人都纷纷走红，成为了巨星。到至今，三个人的人气知名度都是不相上下，该红的都红了，该结婚的都已经结婚，唯有苏有朋的婚姻却是一个谜团。虽然这个组合当时非常的火爆，但还是避免不了解约风波。陈志朋当时在解约之后去服了兵役，苏有朋也拍摄了《海珠哥哥》，饰演五阿哥一角色，吴奇隆也有了自己的事业。就这样，三个人也因此分开，而吴奇隆在去年也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，小虎队再次重聚，甚至还唱起了歌。苏有朋在评级《还珠哥哥》五阿哥走红之后，也与剧中的小燕子赵薇和紫薇林心如相识，三个人当时被传恋情绯闻最多。但是赵薇从中因为某些原因也退出了这场竞争，林心如与苏有朋两人也因而被无数观众和粉丝直呼在一起，两人曾是娱乐圈的一对金童女玉。林心如、苏有朋两人曾一度立下誓言，称如果两人在40岁的时候未嫁未娶就在一起。但是林心如在41岁的时候却嫁给了霍建华，也狠心地丢下了苏有朋一人，这对金童女玉 CP 也从而破灭。如今的林心如真实爱情事业双丰收，得到爱情滋润的林心如在出席活动也是美出了一个新高度。近照41岁的林心如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的岁月的痕迹，保养相当得体，也令无数同龄女性纷纷表示羡慕不已。当然，大家一直都以为苏有朋其实还是处于单身，甚至是未婚生子，不过大家不知道不要紧。下面小编也带你们去了解一下苏有朋这位神秘妻子吧。苏有朋妻子被传叫严丹晨，是一名演员，和赵薇、郭晓东、黄晓明等都是同班同学，得过许多奖项。严丹晨正是当时在《宝莲灯》中扮演嫦娥扮演者，甜美惊艳给观众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。对于这样的传闻，苏有朋也没有正面回应过，两人私下还经常被拍到一起喝茶吃饭，而且严丹晨和苏有朋两人现在都还没有结婚。如果是真的，这对俊男美女相信也会引来不少网友关注吧。苏有朋44岁，严丹晨40岁，两人不论是相貌上还是在年龄上都是非常的般配，看到这里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难怪迟迟不公开。从近段时间两人合体出席某采访录制，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严丹晨身形高挑，是非常的不错。而且近照美艳也不输给林心如本人，简直就像是刘德华的妻子一样，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住苏有朋。
对于苏有朋该妻子，你们怎么看呢？提问：你觉得当初苏有朋为何没有娶林心如为妻呢？你觉得苏有朋该妻子美艳有输给林心如吗？